近日，吴奇隆在微博上晒出两张自己的浴袍照和一张叶祖馨的照片，他写道：白天的叶祖馨长这样，晚上的南京长这样，现在的我长这样，你们大家还好吗？珍惜平安幸福。照片中吴奇隆身穿浴袍坐在沙发上，帅气性感的样子让不少女粉丝大呼好帅，也有粉丝表示，老大长什么样我们都喜欢。